组呢，真的就是已经是 CP 值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，就是回购再回购。我觉得这一组可以利用那个母亲节的特惠买，几乎可以省快100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，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是算是很经典的保养品，然后因为我皮肤很干，所以有时候坐飞机啊，或者是去韩国那边都超干的，都是需要就是那种厚厚的敷一层才够。然后因为厚敷就是很量很快就会用完，那这个母亲节有出那个加大的版，所以其实可以趁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买那个加大，对，就是比较需要用得到。这个我也是母亲节必买，这一组他说已经红很久了吧，必买款。这一支呢，从2016红到现在还在红，因为呢，它是第一支呢，是呢让你擦了的基底液是呢，你的皮肤会开始呈现红润的状态。哇，对，那这一组呢，它原本呢是7210原价，现在只要4005。值得购物。这个呢，他说他要厚敷的这个，对，这个呢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这个是呢，很多人他是从少女用到少妇，用到成为妈妈。然后因为他原本呢就是可能50ml版的，这个是加大版，然后原价呢3900，现在3300，等于是呢加大版，但是。你只要用一般墨数的价钱就买得到了。然后保养品的话呢，像这个就是我平常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牌子，就是因为它就是很舒缓，然后皮肤如果有状况敏感的时候都很适合用这个。然后它里面瓶瓶罐什么该有的都会有，有冻膜啊等等的，就很经典。然后除了这个这样的化妆水之外，我还会再另外选一个是美白的，因为像夏天快要来了嘛，所以一定要先储备这种美白的东西。所以如果敏感的话，我会用这个，然后如果最近需要外景比较长晒到太阳的话，就会改用这种美白组。这个非常经典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家的金盏花，就是在它的水里面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那个金盏花，主要是舒缓，然后还有说调理你的水油平衡，比较不容易冒油，水再加上他们很经典的冻，然后其他这些旅行组。原价3710，现在是3050，对，也算有划算了，对因为还有也是这个品牌，这个美国的1851年开始这个品牌的经典产品，一个法国的珠宝品牌，已经百年了，是，然后这瓶呢是它的一个爱恋香水，我拿起来给大家看，因为它经典在这边。大家看得到吗？这是他们家最经典的戒指的形状。对。然后呢，我先讲一下它的价格好了。它原价呢是4100，现在是3290。对，一整组这样子一套，喷出来其实就是它的味道。哦，是这样。对。它的味道其实很舒服，前味呢就像你讲，这瓶比较偏花香一点，它前味其实有点柑橘。但是中间是玫瑰，后面是广藿香，所以它的主调都在玫瑰这个氛围上面，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很女人的味道。我的彩妆品就是一定要那种透明，没有，就是一定要防水，防水，对，然后抗油、防汗，所以很重要。我觉得很多女生就是需要，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粉底芯哈，再加上这个卸妆油，还有这个隔离乳，其实原价呢。大概是要2300多，可是呢，现在只要1800，就有。然后像现在才看到，哎，对啊，只要1800就有。这个是我用过丐斑最强、最有效、最厉害的。我以前载歌载舞还是劲舞女孩的时候，哎呀，高雄腔又出来。时候我都擦那个，对，或者是像这一个，那它本身呢，像这里的都是让你可以打造出晶透底妆的一些系列。平常我们如果全部买下来，快要4000哦，3995，可是你现在买特惠只要2700。